参部长，给我箱子。常务，你为什么要辞职？在广告案全部中断的情况下，是不可能在三周内补齐广告量的。我想看一看高雅人能走到哪一步。把人踢走是你的专长，想栽培人还是第一次？这个老东西，闭上嘴，安静的待到退休就好了。你现在这是在做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去见不喜欢我离开我的人？为什么要说这种言不由衷的话？重新回来上班吧，还有要一起做的事。公敌出现了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代理公司。